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不是不让你看，是这个真他妈没意思，比土味还难看，就你觉得没意思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那我问问你，既然这么没有意思，为什么有人看？既然如此之没意思，非常之没意思，那为什么还有人看？为什么？全军出击！你怎么给我解释一下没意思？为什么有人看？有病啊！啊，就是那些人都有病。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，也可以，嗯。开个投票，我不开投票，我也不理你们，啊，我就把你们有的人说话就当放屁就完事了，我也不再理你们。你不理解我比较正常，我也不需要与你对线。哎呦啊，跑得还挺快，他老鸡了。这波呀，薛飞是有点狂了啊！你也是有点狂了，老鸡母！好，敢自盲我，敢自盲我了！假猴给我撸死他！哎，可恶啊！再 A 他一下好了。见没见过两个炮车在一个兵线呢？没见过吧？这回见着了吧？嗯。见过四个，是吧？我没见过。那你见过四个可厉害了。你是把三路的炮车全弄过来了是吧？你出的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要出啥呀？
我咋那么讨厌这鸡母呢？我咋那么烦这鸡母？扛兵了，挺烦人呢。哎，我决定了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把这个积木给送起来，然后一波给他杀回来。点炎上来也打不死，不上了。刚才就是生气气着了，你知道吧？缓一下，缓一下，缓一下，这样不行，这样玩哪行？空波兵线，下边别让我看见你。Killing spree。还有半管经验升级，他应该有闪了，不过没事，看他出的啥吧。31个兵，我就想问炮车你补不补？我交闪来。哎，对，好闪，我等的就是你这个闪现。你为什么非得要让我交一个闪现呢？你说，非得往右边闪，可真是很烦呢。这波他不是那么很亏，只是亏一点儿。没亏太多样子。要不要出个水银鞋呢？打他出水银鞋，先不出水银鞋了吧，先出点血量装备。哎呦我操，你还出杀银书。还挺自信，还出杀音书，真敢出啊。哎，变成零层了。你也真敢往出出啊，兄弟！
你伤害吗？你跟我拼雷还挺多，这波他可能有传送，一个塔皮走了。右一右边，你追得上我？杀银鼠，差点钱呢，差一点点钱，收了这波。又追，追吧，你往哪追？你就在这上路浪费石干啊！就一直在这浪费石干。石干都去哪儿了？我们家蛤子搁中路赶赶，他就在上路浪费石干。这种出这种装备的积木，我们就一百滴血他可能都打不过，因为他没有持续伤害，他就靠那蘑菇打伤害，你一下就完了呗。嗯、啊，这还R什么闪就打死得了。谢谢你帮我脱离到右边，本来我们换不了，知道吧？他一个闪现把我拉右边，努努撞不着了。他又在这待着，我估计他还死不了。努努好像要没完没了了，我一看，所以我决定这把出个影魔刀。出什么影魔刀？收集者吧，一小破弩弩，出个收集者找他去。这红我不要了。抓我，喜欢抓我，还出杀银书，这俩我们不太能打得过啊，挺狂，我说实话，挺狂啊，这俩人挺狂，我没想到他俩敢追我，哎，真的，他俩敢追我，确实有点狂啊，他俩凭啥追我呀？狂啊！那牛头给我越塔来，越塔，推线越塔来，牛扛，直接二连他！我都不知道在这狂些什么东西，给我冲来！
媳妇狂，我给你来个无影棍儿。你能打得过我？追上我了？亚索一看呢就有点严，知道吗？一瞅就是有点严，只要敢跟我打那必定是有点严。我们赶紧 W 给他点盐，给他躲了。这家不打了，后边有人啊，后边有露露。那巨蛇之牙太贵了呀，我都没除过呢，都这把除一个试试。你不知道这卡刷到底怎么回事，直接上去戳他呀，小驴懒。哎呦我太怂了，这小驴懒，我高看了你小驴懒。这里没有眼儿，为什么狂？给我扛塔来！好像这把就我死的有点多，我们家这队友都没怎么死过，牛头死的多一点，我死的多一点。那 AD 不给大，压死我，吃我一个九九九，给大漂亮。你干啥呢？拿下的有点快呀，突然之间就拿下了。